Pessoal, ele vai ganhar. Na realidade, de amanhã, eu estou olhando uma fuma sua. Na realidade, eu não vou ganhar. Eu não sei se você está fazendo isso. Eu não vou ficar mais.
要过年了，我现在把这个发烧的东西拿来做。哎，发烧的东西要管，要管这个，管这方面发烧的东西。我发烧的东西，我家里全在干了，晚上去接干了，好的。我要不呢？要不呢？你今天早上聊嘛？你要不？哦，马上的关系，那身上的关系，那要快点，那要的是发烧，俺们现在快，这也一样，要过。那我告诉你关系，我告诉你关系，我不要告诉你，告诉我告诉你关系，要要你妈的，要。好，那是人民花，叫什么？那我是说，一边爱拖拉，我们第一单就是我们去爱拖拉，好难的。爱拖吗？爱拖，那我写什么？写不写字？假设我那是拖，何必是那样？那么我写，俺是写拖呢，是比较慢的，一个问题。好，那看那家，我妈也压着人嘛，哎呀，拖又不行。娘娘，哪家娘娘？哎，坐那我嘛，反正那说到我们这边什么发财，人家也过错。啊，我们那结婚那里，要叫人家咋子，好了就咱咋子，我这哪样子，我这哎一大的阿妈阿妈，那也来得了，愿意没？愿意没？不要说话。哎，做那些好办，你要办那里要钱了，我肯定要让人家那里放钱。我看这里这个房子嘛，家里咱做那么多，什么？我这个我是那我生产我产，我哎，你妈咪哎，我要我是我生。做那我是这些，没事。哎，小莫，好多人家过节嘛，我给他做些些，些什么给人家，不用不用加班钱嘛。加班钱，我不说话了。我先买。你也忙，把家务都卖，你也那个也想出去吃饭了没有？俺今天不是工嘛，俺家务能做，家务干的。俺上次家务他妈的，你不晓得他的专业话，真是的不让我说。那你能说你不也的？也刚说，我别人的话我不记严肃，我麻烦你拿我把那个啥弄，我看的别人能不能说一句。这些也妈，我也妈不过，我妈我不白，不白也我别别啊弄，别别也不啥。本身我要办你的，阿妈也比别人办，是吧？也我比别人弄，人家做饭比别人弄，俺都没人说，人家我写姑娘弄，说恁要不听俺言弄，弄呗。对你的也也我比别人，人家对你的别老妈妈也这样干啥？那是说我比较威武，那虽然我过三十干的过瘾了，那我们的那我不服，我们不要这样的比，那是我们的那的还在告诉我们，哎，你不要，我们老妈那无辜，我们那无罪人家也不来。也不要多，人家你要办也能少做点伢，人家伢没看你些，我先和伢弄熟，那也不说不低点，伢点你别骂了，要说骂弄假，人家说白家伙家，反正你伢的把话明白些，我伢要骂弄些，伢不然骂也，那也骂弄我无所谓，要无所谓啊，也骂弄我无白做我。那什么我看到你阿家的 comment 哦 ，comment 这些，也别去猜 comment 什么，也别阿家讲。